运河五 K 桥，哇，刚好有划龙舟，划龙舟来了，呼，继续。每公里六分三十八秒。现在来测试一下跑步臂包，还算稳定，不错。发现我的速度跟滑龙舟差不多啊，精准的来说是比我慢一点点。来圣诞汉了 ，Good morning， 外国人 ，You bike， 快到中华西路了。中华西路的桥改建中啊，每公里进来，先回了临安桥，绕一下中华西路，麦当劳，中国人，哇，忘了进去。主香园，记录一下，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不见。开什么刀什么的，回到运河公园了。哦，他也回头了。快4K 了，快4K 了。圈。4K。时间23分4秒。速度5分50秒。距离4.0公里。4K。